把手举起来的时候，大家一起鼓掌，掌声是越热烈越好。我把手放下去以后，我们必须马上停止，不能有一个出错。大家如果都做好了，那么今天晚上请大家吃加薪入众。如果有一个做错了，把这个事情给搞砸了，那么大家都没有的吃这个肉粽子了，都记住吗？记住了。大声说一遍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爱不爱吃？爱吃。不想吃粽子了啊！你别看这院长的手都放下了。